去啉落去，哎、欸，这问下、哦，我木薯会当啉酒无？啊，我往起作些说人讲，啊木薯啊，歹、啊、势你木薯无啉酒吼、哦，哎、欸，木薯了咧无啉酒，啊，啉酒也无犯法啦，我咧无啉酒，吼、哦，是讲通啉烧酒安尼好啊咧、哦，不过啦吼、哦，基本上，因为木薯为着一般讲，哦，木薯当啉酒哦，我啉酒安尼，拢咧啉酒。 你问一个问题，讲啊，牧师啉酒，甲伊般人有啥物关系？这你都毋知影。你难道毋知影讲阮做牧师人伫悔忧诶中间，是讲你诶神圣诶地位吗？你毋知影讲阮做诶代志悔忧着做，我无做诶代志悔忧毋敢做。你毋知影作协教会拢是即落情形哦。哦，来，这讲起来就是讲，这是一个华人诶文化。吼、哦，因为华人整个几千年来诶文化，拢是皇帝伫管理。皇帝讲会使，真会使；皇帝讲袂使，都袂使。 所以安尼过了千年来了后呢，就变成讲一般的百姓吼，伊家己无啥物判断的能力。所以虽然即摆逐个拢有读书啊吼，但是即个文化你知无？文化即个习惯有时阵毋是尔啊好改变啊。所以讲虽然即摆作者人已经讲我提破书啊，但是伊个文化伊嘛是无啥敢表达伊个看法。虽然伊有摕到啥物物理破书、化破书、数学破书。

老师讲有问题无，好、哦，大家笑在要举手呢、欸？迄无完全无讲个文化，因是先举手。有当时阿你问起来先啊，举手了你问讲，你有啥问题？老师讲有问题啊，野手哦，全部同拢举手，举手，举手，举手。阿、啊、你问讲、啊、你有啥问题？伊讲啊，我未记得啊。你讲好笑无？都是因个文化，都是先举手再讲，阿你听有无？啊，我,啊、就是就是、我要讲话，我要讲話,话，我要表达，哦，我有意见。 完全无共款的文化，所以因对作事，代是拢有伊个看法，伊嘛拢敢讲伊个看法，啊，咱毋是，咱要讲话吼，爸母了他妈的又讲，点点啊，闽仔人有耳无喙啦，你毋捌你莫讲话啦，拢是安尼。咱是一个无鼓励人表达意见，诶一个民族，但是伫其他诶，尤其是讲像欧美国家，伊毋是安尼。 因是自细汉，即拢自细汉养成诶，因自细汉着鼓励讲你着爱讲你着爱讲你着爱讲安尼啦啊，所以变做讲伫咱诶文化中间，啊，亚洲比较较咱即个东南亚，也是讲咱讲将世界切两爿，哦，即、這个东方诶文化甲西方诶文化，迄条是无共款，东乡文化着比较比较避暑，较毋敢讲？ 啊，说犹太人因嘛是有种情形，汝知无？犹太人嘛是有种情形，就是讲因其实足这代志吼，因是拢看迄个领袖，因拢对迄个领袖，吼、哦。所以保罗知影即个背景时，保罗提出一个真实际，一一个建议，讲咱做领袖诶人，咱家己有家己判断诶人，汝袂叫这文化甲汝限制掉咧，吼、哦。 对你来讲，你会当判断什么所在应该去，什么物件应该吃，你拢会当判断。保罗讲，但是你爱体谅，有诶人伊无你即种能力，伊是看你若做伊著做，看你无做伊著无做。所以保罗讲，为着这寡人，为着有一寡人，因家己无即个判断诶能力，所以呢，咱遮有能力诶人。 尤其是教会内底即个领袖做长老、执事、牧师、组长，哦，咱、嗯、即、这个比较心智较久诶人，你做啥物代志诶时阵，你要去思考别人诶观点，哦，所以即个是今仔日经文保罗所提醒诶。保罗讲，人大家咧拜拜，啊，你讲你也去咧食，因为你就咧讲啊，都无要紧啊，即物件食未死啊，哦，讲这是无要紧，你当妈食嘛无要紧，但是问题是。 迄的人粗信的人讲：“哦，啊，原来汝汝即拜神的人，恁即拜上帝的人，甲一般其他的庙咧拜神的人，其实无要紧着对啦，拢无差啦吼。啊，宗教拢共款啦吼，讲啊，汝安尼是毋是互因错乱去啊？啊，所以为着因的因果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物件本来汝讲有拜拜物件食，迄是无要紧，但是为着无爱制造互人误会，啊，咱、啊、吼、啊、全卖食吼。啊” 安尼较单纯著对啦，吼、哦、啊无安尼啦，我讲一个，比如你著听较有啦，吼、哦、著、就是讲吼、哦，咱人吼尽量来避免一寡嫌疑啊。迄阵、嗯、咱台湾有无？有咧讲求啊，吼、哦、咱逐个拢知影嘛。迄组啊作势啦，阵三更半暝拢走起来看电视咧转播，著、就是讲咱的，囡仔吼啊，去国外去美国迄个比赛啊，吼、哦，咱半暝啊，拢爬起来看，吼哦，印象足深刻。 所以这个棒球，哦，棒球，这个是台湾上最受欢迎的一个运动。啊、因为这个球队咧，咧比赛时阵吼，即马得有这个吼，咧搏跤的吼，咧包括什么人赢，什么人输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吼，就有恶多，伊会去收买这个球员讲我咧等咧吼，调理个棒球输哦，因为你有搏跤，我有搏光恁这队会输。 因为咧博赢较困难嘛，你变咧博赢，博赢你都要得分要要啊！你爱讲战略打，你爱讲安打，啊博输较简单，先啊较简单，人球内底你拢牵未着安尼就好啊！啊，该接未到你怎接无着。要输较简单嘛，放水；要输较简单嘛，要赢较困难嘛啊！所以讲吼，迄、哦、黑道吼、哦，会去收买一寡球员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即个对咱台湾诶即个职业诶即个棒球伤害真大真大啦！啊，所以吼警察往哪努掠。啊 啊！所以有一摆抓到，抓到一挂乌道的人，因就有去收买球员，所以因就问问讲：“你拢买甚物人？”哦，啊，即、這个球员甚物人？我你买去啊？我拢拍假球安尼，啊，就咧调查嘛。哇、哦，即、這个代志闹甲真大。啊，大家上关心甚物呢？上关心讲哦，迄、那个上出名嘅球员啊，即、啊、即、這个迄、那个阶段吼，台湾上出名嘅球员有两个人，一、這个叫做系单金锋。 哦，可能咱阿公阿妈你可能较毋捌诶。哎，我即个年纪诶，我较捌啦。陈金峰咧是去美国吼，甲人咧毋是听他讲出国比赛呢，伊是去美国诶职业诶球队去甲人咧比赛，迄是足牛足诶，迄定定咧讲专利单嘅哦。啊，另外一个吼，一个兄弟相，叫做吼彭正明啊。迄阵诶，规个台湾诶即个职业诶讲球来顶咧，即两个人是相守欢迎诶 superstar。 都是大家吼上街捌人，即两个人上出名著对啦。所以警察著问啊：“啊，即两个出名，有你要去无？”啊，结果呢，迄乌头讲啥呢？乌头讲：“哦，迄两个足歹卖啦，讲生得足歹卖，足贵个向，毋是贵啦，也毋是贵个问题啦，根本都无法度见面啦，你知道？无法度见面，往生得无法度见面。伊讲哦，像迄单金峰哦。” 无论你拜托什么人去介绍，啊，讲伊的朋友啊，什物人讲，啊，你叫伊出来，我请伊食饭哦，啊，逐个来，啊，逐个来熟悉一下。咱未当一开始就甲讲，我看寡者互你啊，你，你都听你讲讲袂对安尼。你若讲伊都无要来啊嘛，哦，啊，以咱一开始拢话讲，毋恶都毋敢出面啊，拢是先对伊身躯边的朋友下手啊。哦，亲戚朋友啊，讲啊，你去什物人，什物人，什物人哦，啊你，你招伊讲来，甲我食饭啦，哦，讲我想要熟悉伊啦，哦，安尼，啊若会来。 食饭、烧酒啉落、小姐叫落，毋知有机会。啊，恁食顿饭都食未着，啊是是变那个咩啦？哦，哎，讲哦，哎，真正足歹棒。伊像陈金芳哦，伊讲迄就无你啥物人啦、啊，都假算你皇帝总统敲电话伊毋来都毋来。诶、欸，一直接到甲你拒绝，你讲歹势，我毋捌你哦，我无甲我无熟识诶人食饭，所以讲迄哦，卖讲咩啦？连食一个饭。 都无机会啊！要甲肯拜拣一个贝叫一个小姐身材较好诶吼，佫无迄个机会啦！啊，完全拢无迄个机会啊！所以讲，即、這个球员吼足歹买啦！啊，另外一个咧，啊另外一个叫做彭正民。恰恰哦，嘿嘛，迄个人吼、喔，伊是较无遐歹胖啦，哦、啊，因为吼、喔，那叫人家招讲招来食饭，我等下伊也足歹拒绝嘞咧。伊会来啦，但是伊若一日来吼，啊，即嘛坐落吼、喔。 啊，这里、个、呢？家小我介绍啊，这里、个、什么人、什么人、什么人、什么叫这里什么哥、什么哥，迄种恶毒的叫法嘛。哦，我、这、即个什么大哥、什么安怎？伊若看花的，伊就讲啊，歹势我，代志，我,我先走啊，伊、哦、就走啊。我记即个呢，就是讲，咱有当时咱做人，你讲敢能食饭会使无？会使啊，我无犯法啊，我无安怎？会使啊，但是吼、哦，你影做人就是讲吼，有时阵吼、哦。 无该退钱，你都卖退；无该去嘅所在，你卖去；无应该见嘅人，你也卖见。安尼比较吼，较单纯。安尼是保护你家己，安尼对外面啊啥较好。啊，你像种较出名嘅即个球员，伊嘛要对个球队负责啊。伊若小可伊无退钱，但是去用讲，也是讲去用相片翕到，讲去啥物所在，哎，你都唔未清啊。 啊，是到球队诶名声嘛，拍败去啊，敢毋是安尼？所以咱是毋是片免哦，啊，著、就是安尼啊。所以讲，阮做无所有人会当啉烧酒无会。若、欸、用法律诶观点，用圣经诶观点，牧师要啉烧酒无问题，拢无犯罪。任何人要啉烧酒，拢无犯罪。但是，若为着讲啊，牧师嘛在啉烧酒哦，有诶人吼，家己的判断错误。 嗯，啊，无说你们少喝啦，我嘛会当喝。你哪会知我喝偌济？我凡说啊，喝一一杯啊尔哩。啊，你是喝,喝,、啊、喝一罐，那差足济啊。我我多解做啊，啊所以不如哦，较规矩嚟啦。都都啊，讲啊，歹势，阮平常时啊较无力喝。安尼是毋是足单纯诶？安尼听有啊未？哦，这就是讲像陈金峰，哦，像咱即个恰恰彭正明，都、就是伊想说的讲。 当人我甲人解说几波，我我干那啉酒尔，我也唔捌你。你讲讲遐济，你不如你就卖去嘛，是毋是安尼？哦，所以有一寡所在，你若感觉讲怪怪，是讲一寡即落吼比较比较敏感诶场所，吼、哦。有小姐咧出入诶所在，吼、哦，咱就尽量咱就卖去啊。啊，啊一寡人背景较复杂，吼、哦，咱就尽量卖甲伊见面。哦，所以即人生就尽量单纯吼，哦、较好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。 咱尽量爱体谅有寡人，伊可能因为咱的行为，吼导致因咧判断的时阵错误若安尼为着别人诶因果，咱少牺牲一个，这個、就是叫做吼体谅啦。啊，再买当讲吼，这個、就叫做吼避嫌啦。有做啊嫌疑吼，咱个撇掉。吼，撇、喔、完这个，等下了咱续来。 欢迎登来《老三的节目。人生是一种智慧啦，什么代志该做，什么代志不应该做，这有当时啊，不是用法律的观点，道德的观点，不是。这些你看状况，看临时迄个情形，你来判断。比如讲，人高炸吼，这个足高炸足高炸进行咧，高车头写写公咧，你呐经过。 人咧种即个果啊的产吼，像讲西瓜啦，种啥物果啊吼，因为迄个花是土开嘛吼。讲吼、哦，你若捡果子吼，下暗垃圾，你唔当笑你知，你影吼，你古早人的智慧，为虾米？因为你讲我即么啊下带落去啊，吼、哦，你小心来一下，哦，等下去到路边，你要绑下带你只绑，因为人拢种果啊咧土开，啊你即么？ 啊！要落去咧，白一大，人远远看讲哦，假偷摕物件，即就是古早人就已经讲即个话咧。啊，你若经过过枝树啊，吼，比如讲人咧种树啊，吼，经过即个树仔骹。你若有地膜啊嘛，吼，啊地膜时阵吼，嗯，啊有当啊风咧吹啊，是讲咱行较紧的吼，无啊歪歪吼，你若经过你啊的树仔时阵吼，你毋通去敲你的膜啊。 为什么？因为你笑起来，人会看哦，桃弯弯刀的瓜子，吼、哦，一句话，哈，一句成语了，哈，成语,成語叫做什么？瓜田李下，你捌听过无？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讲，有当时候啊，咱都唔是安尼，但是你看起来都那像是安尼啊，哦，所以咱做辅导的人，拢有一个原则，尽量咱唔通片面讲。 一个甲一个孤男寡女，啊，底咧来谈，安尼，哦、喔，尽量避免。哦、喔，尤其讲，即马讲讲诶，尤其迄那小姐吼，啊太太，啊公公嘞伤心流目屎，咱摕卫生纸，啊你家好伊切，啊是等下讲阿要甲安慰吼，啊手手骨肩胛下打两个啊，诶嗯，啊人毋知啊，人讲，哎呦，啊汝两个在个创啥，啊，那么露手不清啊，汝两个在个创啥，一种误会。 所以阮来咧辅导的时阵，偷一个门拍开啊，尽量吼有玻璃，毋通讲两个人关伫房间，毋知伫创啥，哦，给人一个想象的空间，即、這个是危险。所以咧做辅导的时阵，尽量讲，比如讲，咱即拢有一个，即、這个针孔摄影机，吼、哦，啊是讲咱即有咧摄影安尼吼，有一个监督安尼，哦，啊，互人看着讲咱有毋知咧做啥吼，透明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第二就是咧讲吼，尽量。 咱来讲，翁阿婆做伙，毋通孤男寡女两个人做伙，哦，哎，逃避即个嫌疑啊。虽然啊咧讲到咱诶即个成语叫做瓜田李下，即句的时阵其实不要毛一个故事啦。著、就是咱若咧写毛笔字诶时阵吼，你会记咧无？咱写字的时阵吼，咱么写毛笔字是毋是拢爱先去买一本人写好的，啊，咱、啊、用笔诶，咱、啊、学人写。 其中有一个毛笔字写了最好，叫做柳公权。柳公权，大家有印象啊？无哦？这是一个雕雕亭内底吼，做官做不哩好的一个官员，哦、啊，字字嘛写了真好安尼吼。但是最主要其实，伊一个做有智慧嘅人。有一摆呢，伊甲皇帝讲吼，诶，皇帝啊，你最近呢有派某咪人吼姓郭啊，郭啦吼，你派去做官吼？ 啊，迄边个人、哦、有咧议论纷纷。我想，我我小可甲你讲一下，即、这个皇帝讲有啥物好议论啊？我派去即、这个人是一个足有才能个人咧，即、这个是一个吼、哦、非常非常鲜明，诶，一个一个即、这个主管。啊，人有啥物会通讲？结果刘公权，著讲，因为吼、哦、人咧议论啊，讲诶进前吼伊有上人个某囝吼，到。 惊啥内底啦？即、這个皇帝讲，嗯，以上迄两个查某囝，甲我有啥关系？但以上迄两个查某囝是送去到底，即个阮老父呀，哎，甲我都无关系啊！啊，结果即个六公款就讲，啊，但是无法度啊，因为无人知影讲，以上两个查某囝是送去到位啊，个也知影讲上去要皇宫内底啊，啊，剩的因都毋知影咧。 结果两个仔生下来过偌久因爸著送去做官，伊讲即叫做瓜田李下，哦，难免啦，人著是讲会怀疑啦，安尼，哦，所以即就是咱的文化，哦，毋是讲人讲圣经咧，讲犹太人、保罗的教导，咱基督徒呢，其实咱的文化有些、这、啊、个，啊，无咱讲一个较近诶。哦，你看种近几年吼、哦，有一个恶心诶食品啦、啊，哦。 哦，黑心物食品吼？迄叫做定心啦、啊，啊，就讲伊个油吼，讲、哦、有问题吼。啊，落尾呢，足者人民众甲检举落尾，即、这个法院吼去甲检查嘛吼。啊，因兜哦，就讲啊，我要捐三十亿哦，三十亿个生台票，做一个食品安全个基金哦，啊来检验，来检验看其他个食品是毋是拢有清气，因为我嘛毋知阮兜个油有问题。 因为许阵，抑也咧调查诶阶段，民众足怀疑啊，讲啊，恁做油，你敢会毋知？啊？伊讲、啊、我毋知，啊，有人相信，有人无相信。司法抑搁咧调查，伊著讲好，为着表明我是无辜诶。我真正毋是趁乌心诶钱，安尼我即麦来捐三十亿，对无？我若真正为着要趁钱，我来愿意捐三十亿，我捐三十亿，我毋是倒了，对无？所以我捐三十亿，代表我是足清白诶。 我捐三十亿吼，咱来用一个基金，啊，咱来检查这、这物件，安尼敢毋是真好？结果吼，人毋敢收啊，啊，政府诶部门嘛毋敢甲收啊，为啥咪？嫌疑嘛，吼、哦，因为你即马咧接受调查，啊，你用接受调查，你即马提钱出来讲要管这、即个司机车兵干，啊，所以政府官员讲，我先暂时，你若要管吼，等甲即个案件拢脏水路就出啊。 讲清楚啊！你要管，阮欢迎你，才来管。啊，即满都还阁咧调查，你即满要管吼？诶、哦，敢若小可会影响即个司法？咧对即个代志咧调查迄种诶哦，伊在判断诶时阵会影响因诶心安尼啦。我记者哩，逐个都听有我嘛啊！所以即个是叫做无应该退钱，伫即个敏感诶时期，咱都毋通退哦。啊，无应该去食饭，无应该去见诶人，你都毋通去见啊。啊，无应该借物件。 你著卖甲食哦，卖引起是非，卖引起困扰，这是咱做人诶一个智慧啊。所以，望所有朋友你也怎样，做些代志，毋是讲你袂使，但是你要有智慧，会使做，但是做了可能有副作用。你做出来了后，你食食来了後，你去了后，有可能后壁你爱继续足些，会引起足些无必要诶麻烦。若安尼，不如咱即嘛？ 就生埋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哦，这大概要小看思考一下即、哦、这就是讲体谅啦，体谅有一寡人吼、哦，真容易误会别人啦。哦，体谅有一寡人吼、哦，家己较未晓判断啦。啊，体谅有一寡人吼、哦，有一寡人较爱讲是非啦。哦，即拢是咱生活诶智慧。哦，后一集请继续收看，多谢。<music> 三两倍、哎。肉花鱼，哎、欸，哎呀，丢啊！哦，这爱烧着，这清气。嗯。这肉花最近哦，好、嗯、奇怪，变正热心嘞。哇，阿贵的心情安尼，拢拢好起来安尼。算在嘞。哦。啊，我都共斗三工吼，扶、哦、一个老大人吼。 过马路啦！嗯、啊，去老大人讲，哦，罗斯足水的啦！哎呦，你看，哦、所以我感觉帮助人是一件快乐的代志。所以咱古早如果童子军今天我教，讲逐天爱做一件善事。对啊,啊、哦，帮助别人本来就是足快乐、足快乐的代志啦。哎，呀，你最近如果帮助啥物人、哦？我最近帮助外济人诶，欸啊啊、你所以我逐天都嘛注意，拢日日在看，看倒有需要我到有啥我夫。哦，这家伙，

哦，隔几工啊，我搁听到，咱咧五楼啊，隔壁五楼遐，伊个囡仔骂骂吼，哦，我说我有代志啊，有代志啊，哦，需要咱到三更，我我叫你，叫来试电叮当叮当叮当，啊叫叮当了，就来开门，不怕哎呦，我爱甲恁报警察无啦，吃饱，吃饱，啊啊啊，哪是，啊唔是，嗯，有需要我甲恁到拍囡仔不？啊？搁有这种热心咩？哎呀，对啊， 我脏，嘿、哦，若要讲讲着，吼，哈哈哈，嘿、嗯，有影，咱若、嗯、看到一点路，看到一台客轮车，哦，伊是空的，伊是空的，我都讲，嘿，班长、嗯，这个、哦，我知，就是咱多开钱，应想想帮助别人，哦，所以这摆看到客轮车司机，哦，生理歹，怎啊，家己要甲斗债，哦，啊，要改，让伊这个司机有钱能赚，我讲对不对？唔对。 啊、对哦，我是感觉伊足可怜呢，所以我拍开在个门公哦，客运车司机问酱油，你有需 <是 S 2> 要一个人客，乎你载无？我甲你斗渣。啊」好、啊，啊尼啊,啊，结果伊讲啥？伊讲我头壳歹笑诶。啊，啊尼结果嘛是头一摆听到，这算不算热心助人？